我的话啦，如果在结婚以前，我基本上对于这种身形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想要练得很 fit 嘛，所以你穿可能合身 T 恤或牛仔裤，那身形是好看的。所以相对的，女生如果穿很合身的 T 恤和牛仔裤，那个身形是非常好，很 fit 的话，然后就是该有的都有，也不需要说一定一昧的要很大或怎么样。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欣赏那种浓纤合度最 fit。而且我看到她那个就这种长发，其实我以前也会很喜欢长发飘逸的女生，那种自然波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像现在疫情啊，就戴着口罩，我其实最近在路上会让我回头，就多注意两眼的女生，因为当然是以造型欣赏艺术的角度，反而是短发的女生。有那种短发，不用硬讲啦。高俊熙那时候有做过的那种，那个你最漂亮那个造型，就短发，然后染金色还是漂到白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那种以前很早期，像就是王菲很早期那个有剃过一次光头，这种短发的我也会想要多看两眼。没有讲到哦，对哦，所以你是怎样？以后就不用了，你竟然忽略他就对了。怎么了？是把我们姐当塑胶，不是说短头发吗？对，短头发，然后又有一点点金金啊之类的，所以你没看我们整整集节目一直看着你，一直看着你啊。有啊，你有讲到我的名字吗？没有，就是你。